东鱼还双飞嘞，一条罗飞，两条自然蹲王飞，哦，王飞该的不？王飞，一边就带皮带骨头了，一边不带皮不带骨的，一边王飞一边自然蹲，哎呦，爽歪歪了。现在在大化哦，北景，大化北景，夜钓的路上，Hello， 大家好，我是飞哥。今天在大化北景乡洪水河这里钓鱼。昨天晚上从10点钟钓到早上了，才得几条鱼，还好没有空军。就是现在早上呢，想再拼一拼，看一下还有没有再得一两条哈。这里风景还是不错的，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风景。这是我后边，有山有水哦，那边是网乡，听说这里的鱼是最好吃的。哦，小鱼闹窝了，不好玩哦，饵溜一下去就闹个不停，怎么搞？一上一下的，绝对是没搞头了。小鱼这样闹窝，怎么钓得了鱼？钓不到喽，准备做鱼生了。看看我侄子钓了多少鱼，我们两个哦，不是他一个，是两个人，收获满满。嗯，收获满满，反正都是河鱼啊。昨天断了3条主线，我天哪！他说跑的都是大的，一条罗飞，两条自然蹲王飞，哦，王飞该的不？王飞。那么多东西，你看，就得这几条鱼，要紧了。注意点哦，别让它死了，等一下先吃一点鱼生再回去哦。Không liềm nữa. Có được mây liều, đất có được tồn nữa.Nó tức mây liều để có lúc mây liều ấy. Con nó tức mây liều đi bơ. Có êm đi bơ. Có êm. À, có bàn tư không?
先把它穿起来。完了不？到了不呢？哇，飞过鱼山，跟大浪来躲个不？一多往外头呢，过去三个人一根，做得好。别活动了，动活动命。咁都多分近都难熬嘞，咁啊。打字咁呢？一边就带皮带骨头的，一边不带皮不带骨的，一边玩尾一边自演蹲，哎呦爽歪歪了。加入一点芥辣，来点刺身酱油，怎么样？带骨头的刺眼，嗯，嗯，一根辣干，完，好甜啊！多稳，咁野的，那都不干那么干样，那都不变结嘞，这脑浊呢？嗯。落飞鹰船，滚！做那咁多珍珠呢？喏，正嘅拢来就多嘅呢？啊，带肉咋？那带肉？呀，做这个咁软嘅呢？呀，做得够，以上都是标准。但我做寡得咩？但做寡多往来呀？对于鱼生来说，我还是觉得刺眼好吃一点，它脆，那个黄尾呢，它肉质比较软，但也没有刺眼那么甜。还得干一点，都累了。刺眼好吃，刺眼好吃，都敢去玩呀呢？嗯。哎呀，做哇，最后一口了。等下再把这里收拾一下。啊，舒服啊！你要记住啊，去钓鱼的时候就带一把刀，一个小砧板，带点芥末。带个酱油就可以了，随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自演蹲呢，一回到家它就死了，就你要吃不到新鲜的了。好了，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